第二个，那就是中央把移民款啊给拨下来了，哪一笔是直接发到移民手里头，哪一笔是作为移民工程的配套资金。是啊，高镇长，哎，你把这件事情公开、公正、公平地说清楚，我们老百姓还有什么话说呀？哎呦，老妹儿啊，我发现你啊有一个优点，那就是心急呀。可说急，我比你急呀。这话得慢慢说，理得慢慢讲。要不你先上来说，你说完我再讲。为了弄清楚这两个问题啊，我为乡亲们专门请来了两位顾问，也就是直接监督我的两位领导，一位是三峡移民局局长王天水同志。还有一位，那就是向云秀书记。待会儿呢，我讲完以后，乡亲们要是有不清楚的地方，你们可以直接问你们身边的这两位领导。下面我讲第一个问题。我们村的移民啊，都分布在175、156和135这三条线上下。哪一条线内的移民哪一天搬走，搬到哪儿去，怎么去，那都是由中央下指示，那都是有政策的，那可不是我高大炮一个人定的，我要听中央的呀。本来是想到你们县里啊看看回乡移民的，现在看来时间来不及了。这样吧，在临走之前啊，我跟你们说一说高大炮同志任指挥长的事儿。我感谢你们做出的决定，说实在的，当我看到这份文件的时候，我很生气，我觉得你们这是在和势力对着干。但是后来我知道我错了，高大炮同志认识全镇一多半的群众，达镇的狗几乎都认识他，全镇每个村子都有他吃饭的地儿。我就在想啊，这样一位同志，他一年到头得有多少时间和群众们在一起，他要为群众解多少忧，排多少难。你们给人民群众留下了一个好干部，这是我要感谢你们的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感谢你们的勇气。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啊，往往会有这样一个现象，如果有的同志犯了错误，下台了，领导印象坏了，我们往往就不能像过去那样正确的去对待评价这位同志。你们能够正确的对待高大炮同志，能够继续相信使用大炮同志，这是需要有勇气的。在这件事上，你们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，我为大炮同志高兴，我也为你们感动。两位父母官，我向你们道歉。王局，你怎么能向我们道歉呢？今天这事儿啥也不说了，我服了。哎，向书记，你不说两句？有你说不就行了吗？王局啊，一件小事儿被你说出这么多的道理，这有学问的人就是不一样，对吧，林先？我先声明啊，我并没有为坚持处分高大炮这一点而道歉。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咱得分清了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一回事儿吧？怎么会是一回事呢？看来向云秀同志对我还是有成见的，我也不想一一做解释。云秀很聪明，我相信这个弯他是能转过来的。行了，就这样吧，再见。谢谢王局。客气，再见王局。再见啊。杨总，这是我收集许小婉的全部资料。看来这个许小婉还真是个能人，年纪这么轻就把霞香醇酒楼经营得这么好，有自己的车，还有自己的房，银行里还有十几万块钱。有本事好啊，
我喜欢有本事的人。你再想办法把他最常用的电话号码都给我调出来，看看这些号码的主人是谁，姓名、年龄、住址、爱好，尽量的详细整理一份，明天早上八点前送到我办公室。是，杨总。杨总。哟，豆儿。有什么吩咐啊？嗨，吩咐可不敢。啊，是这样的，今天我请的呢是兴隆银行三峡分行的尚行长。麻烦您呢把菜做的精细一点。这你就放心吧，杨总，我什么时候敢对您的客人怠慢过呀？那是。那您坐，我准备一下去啊。哎，小二，稍等一下，待会儿呢，无论如何，请你赏个脸过来喝一杯酒，我呢给你引荐一下这位单行长，这以后啊，对你这霞江村的酒楼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嘛。那谢杨总了。嗨，你跟我客气什么？那您坐吧，我安排去啊。好，好，谢谢啊。没事，放心吧。村主任，你回来了。你们每天就准备这样过下去了？我，明辉啊，其实我们不是不想干活啊，就是在这个县里头，一个人也不认识啊。你说我们能干点什么呀？就是。是啊。现在县城里头好多下岗工人，他们都找不到工作，更不要说我们了。明辉叔。你看这个，说不定哪天政府又让我们迁走了，我们这个……八筒，哎，我糊了，清一色小气对儿，看看。不错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刘行长，最近手气怎么这么好啊？哎呀，最近打牌手气一直比较好。刘行长，你先玩着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让韩子帮我打。什么事儿这么重要啊？都是小事儿啊。那好，玩着啊。好，韩子来。请进。齐总。哎，杨总，这么晚了还不回去啊？今天吃的怎么样啊？鲍鱼怎么样啊？好，好极了，客人们都说啊，超过山城大酒店的水平。那当然了，这厨师可是我特地从广州请来的。哎，小婉，你要是这样发展下去，可不得了啊！哎，你坐啊。徐总，既然炒股你不感兴趣，咱们合作个项目怎么样？什么项目啊？沪江大桥工程。杨总，您这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，你这目的也太明显了吧？就您这态度，不可能。哎呀，美丽徐总，话可不要说绝了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。徐总别急，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这第一呢，市场竞争全凭实力，这乌江大桥工程总得有人去做。我杨兴国的公司在山城排第几不说，可在峡江对手不多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按照正规的程序，公正、公平、公开的和其他公司竞争。这第二，我们公司已经入围这个工程备选的前三名。哎，今天兴隆银行的刘行长明确表态，资金由他负责。这第三，
此事和林县长没有任何的关系。还是那句话，我在台前，你在幕后。杨总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我对什么资金啊、设备啊、什么工程啊，什么都不懂，也根本不是那块料啊。再说了，我对这也不感兴趣。徐总，我看你是被这小小的地方给关住了。我敢打赌，只要你敢迈出这霞江春酒楼一步，外面的世界可大得很呢。可惜啊，可惜。我许小婉现在这样，我也挺满足的。徐总，我可是真心拿你当朋友。好了，我也不勉强你了。哎，对了，咱们把上个月的账结了。嗯，我看一下啊。哟，对不起啊。喂，我是杨兴国。哎呀呀呵，是李局长吗？哎，方便方便，我马上过去。好，好，好，马上就到啊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徐总，我有点急事呢，先走一步。这个卡呢，先留在你这儿啊。哎，杨总，不是说好了一月一结的吗？嗨，那是以前我对你的厨师不放心，现在我可以把我所有的应酬都放在你这儿了啊。这个你先留着啊，再见。慢走啊。哎，再见啊。女士们，先生们，现在我宣布，我们小红帽人力车队今天就正式成立了。因为我们的资金有限，现在只有10辆车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成为霞江最好的车队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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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定要成为霞江人民最受欢迎的车队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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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下面我宣布我们小红帽车队队规：一，每跑一趟收费2元，不许涨价也不许降价。二，分配标准，每辆车每天上交5块钱，这个钱呢作为车队的活动经费，其余的钱呢多拉多得，少拉少得，各个车行呢自行分配。三，出车之前必须要洗脸洗手，要着装整齐，必须要和别的车行不一样。哎，我们是去过大西北的，是见过世面的移民嘛，所以必须要与众不同。四，必须微笑着面对顾客，绝对不能和顾客发生争执，凡是影响本车队声誉的将自动退出小红帽车队。哎，谢宝，你再说一次吧，我还有点没记清楚。还有最后一条，如果碰到男顾客，女的要上去打招呼，如果是女顾客，男的要上去打招呼，如果是老人小孩，不管是男女都要上去打招呼，要交流感情，增加客户对我们的印象。好，我的话说完了，现在我宣布，我们小红帽车队正式上街。好，现在我们现在就走吗？我有点怕啊。怕什么？拉车干活，干活赚钱。你怎么来了呢？今天是我们小红帽开张大吉，我今天来当一天义工。哎，把帽子给我一顶。哎，我走第一个，大家都跟着我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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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把阵势排开，上街赚钱。好，上街。徐总，你这是？您这个礼物太贵重了，我这人天天丢三落四的，万一保管不妥也说不清楚。您坐吧。苏爷啊，
您还是拿回去吧。徐总，我知道你给我这个什么意思。您的事儿呢，我也跟他林虎说了，不过还是和您一样碰了一鼻子灰，所以呢，这个我必须得还给你，里边的钱我一分没动。徐总，你不会是嫌钱少吧？我还真没看里边的钱数。那好，徐总，我问你一句大实话，你呢也回我句大实话。嗯。林县长难道真的不要钱？那我就跟您说实话吧，您的事儿呢我也没跟他说，我不想给他添麻烦。乌江大桥工程那个事儿呢，我觉得你还是死了心吧。林虎是我老公，我知道他，他确实不谈钱，一点希望都没有。徐总，这个您还是收着。我刚才跟您说的话都白说了吗？徐总，我再说一句大实话，林县长不贪财，这我还能理解，但你得要钱。为什么？你是商人啊，商场如战场，这你比我懂。有多少千万富翁旦夕之间一文不值？当然，你有一个好丈夫。如果你在生意上再亏了大本，他也绝对不会舍命去救你，他也救不了你。更何况丈夫，丈夫一丈之夫啊，别人就是对你再好，他能好上一辈子吗？你能靠上一辈子吗？所以这人呢，还是得靠自己过日子，这有钱才是硬道理。喂，哎，小文，你到了啊？哦，那好那好，我马上过来啊。杨总，不好意思，我有点事先走了。哎，十分钟，你再给我十分钟。徐总，你今后这霞江城酒楼还能够开多久？在新县城的规划里，以后沿江这一片可就是整洁的滨江大道，可不允许再开什么酒楼了。那么以后你的酒楼，以后准备安置在什么地方？我倒是有一个地方可以提供给徐总，我们公司新建的中兴大厦就靠在江边，前天开盘招商，只一天就全都出售出去了。不过二楼靠江面的2000多平米我可给徐总留着呢，要租要买由徐总你定，这价钱呢比对外要便宜一半。不过我只能给徐总留到明天的这个时候，因为市里的李公子也盯着这块黄金铺面了。好了，徐总，你好好考虑一下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先走一步啊。林虎啊，乌江大桥和大堤湖泊的这个工程修建以后啊，我们霞江的基本建设就算完成了。这是我们霞江新城建设最后一仗，这一仗你可得打好。放心吧，老局长。哎，竞标什么时候结束啊？一个星期之内。现在还剩下三家公司，一家外省的，两家本市的，一家叫华盛房产，还有一家叫中兴公司。老局长，11点了，中午我们去青城山吃饭吧。去青城山吃什么饭呢？你别闹新花样啊！咱们回宾馆，按照标准吃。老局长，青城山的斋饭比标准还低，就你和我两个人，我做你吃。最近啊，我跟青城山的师傅学了4个斋菜，想跟你露俩手。再说咱们去市里不是正好路过青城山吗？就你规点多。这样，您先回去退房，等我回去把手里的工作处理完，我就过去接你。好。喂，喂，小婉，你在什么地方呢？乱哄哄的。我在霞江商场呢，你干嘛呢？我在外面呢。我跟你说啊，下午要去趟市里，办完事就回来，晚饭不一定回来吃了。
你怎么又去市里了？三天两头就往市里跑，是不是有人在那儿等你呢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到底干什么去啊？不是说好了晚上一起吃饭的吗？是这样，雾乡大桥工程马上要最后竞标了，市里有关部门必须由我出面衔接，另外我还要去拿下标的。拿什么？去拿标的。临时用工的名额，对他们西南集团这么大一个企业来说，应该是……刘局长，您的心情我理解，我也给林总打过电话，虽然她是我姐，但这么大的事儿是要经过董事会商量才能决定的。你急我也急，但你要理解，西南集团也不是我们林家开的家族企业。放心吧，我会再催他们的啊。刘局长，我有个电话进来了，那先这样啊。喂，老公，你今天晚上必须回来吃晚饭。为什么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你忘了吧？我就知道你忘了。你好好想想吧，反正你今天晚上必须回来吃晚饭。我等你啊。小邓，哎，今天是几号？23号。农历呢？9月初5。怎么了，林县长？有事儿吗？啊，没事。小邓，哎，我走以后，你打电话通知一下财政局。下午的会我就不去了，经费分配让他们先拿个方案，回头给我看看。好。我刚才忘了跟常社说了，这样，回头你给常社打个电话。明天下午开招标预备会，就放在移民局开，你按照通知开会的人，他那有名单。哎，好。杨厂长，你现在在哪？你为什么不在厂里面办公？你听我跟你说嘛，这石头爬上天，它总要落地的嘛。你怕什么嘛？你躲什么嘛？我告诉你，姚厂长，你就是躲过初一，也躲不过十五。马上你给我回到厂里面去，防止双方语言过激发生冲突。我和向书记马上就赶到，听到没有？协商好之前，你们都不要进场。我以县委书记的名义向大家保证，我们会商量一个让双方都满意的办法。你们同意不同意？同意。好，你们现在赶紧选派代表。姚厂长吗？姚厂长，我和向书记已经赶到了你们厂。我限你5分钟，马上给我赶到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，哟，这都是你做的啊？这看着不错嘛。
不知道能不能吃。什么叫能不能吃啊？我做了一下午的。那我尝尝。哎，你想没想起来今天到底什么日子啊？今天不就是咱们俩那个日子吗？哪个呀？我的大小姐，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今天是什么日子，我是想了一路都没想出来。哎，今天到底什么日子？嗯？到底什么日子？我们的初吻纪念日。你笑什么呀？不是你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俩从一开始到现在，所有的事情我都记得很清楚。谁像你呢？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以后这方面我得好好向你学习。好了。嗯，老公。嗯，我可是全身心都爱着你啊，你可不许辜负我。你呀，就乖乖的把心放在肚子里啊。我怎么把心放肚子里啊？因为我相信你爱我呀。品。真的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爱你吗？因为你以前跟我说过一个故事。什么故事啊？你个小狗脑子都忘了吧。我跟你讲那么多故事，我怎么知道哪一个呀？有一个老师给学生做实验，老公，这几年我一定要赚很多很多钱，然后呢，赚够了就把你给买下来，让你天天陪着我，哪儿也不许去。你听到了没啊，老公？老公，老公。嗯。老公，嗯，你把衣服脱了再睡，来，着凉了。哎，徐总，拿到了吗？我没有密码，打不开皮箱。徐总，男人的密码总是和心爱的女人有关系。杨总，对不起，我并没有强求你的意思。其实没有你的帮忙，
就凭我们公司的实力，也许也能拿到这个工程。只是，我对你可真是一片真心啊，徐总。刚才李公子可又来电话了，我可是没有松口啊。好了，对不起，打扰了，再见。罐头厂搬迁引起的矛盾说明，县城搬迁，移民就业安置工作要先行。岭上村的后靠移民为了拆几根旧钢筋，就和岭下村的移民发生争执。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呀？是大家都没有事情做。夏书记，这两天我们一共跑了32家单位，总的情况不乐观。肯接受我们后靠移民的只有6家单位，一共才能解决17个人。你说的这6家单位是哪6家？主要是宾馆和县质检局。你们的思路不对啊！你们要找能够大量吸收一般劳动力的企业，这样1个2个的解决，一年也解决不了问题。向书记，能够接受大批劳动力的企业不是没有，只是谈不下来。是哪一家？西南建工集团，他们在峡江县有4个工地，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。我们曾经多次请求他们帮助我们解决300个临时用工，可是西南集团公司牌子太大，我们说的话根本没用。他们就一句话，用人必须经过集团批准。我们请林县长出面和他们协商，可林县长很忙，我也不好老催他。林县长正在负责婺江大桥工程的竞标，这件事呢由我和黄副县长负责，2天之内吧，县里必须和西南集团接上头。你们现在有没有西南集团的资料？有，夏书记，有2个关系可以用。一个，西南建工集团的总经理是市移民局王局长的妻子。西南集团的老总叫林玉，曾经公派出过国，回来以后就担任了西南集团公司的老总。那第二个关系呢？就是林县长，这个林玉就是林县长的亲姐姐。长寿，你现在马上给林县长打电话，我给王局长打电话，双管齐下。宋市长，您稍等一下啊。喂。喂，王局长。我是向云秀，我猜你就在办公室。对不起，你稍等一下啊。啊，宋副市长，3峡库区多数县都属于国家级或者省级贫困县，如果将移民与扶贫有机的结合起来，在扶贫资金中切块分割给外迁移民，那就可以同时解决移民搬迁和脱贫致富的问题。好的，谢谢司副市长。喂。哎，王局，我有事儿要求你。向书记，你说。向书记，你怎么知道林玉是我妻子啊？我也是刚刚听说。王局长，移民就业的事我可赖上你了啊！你先在林总耳边吹吹风。明天是星期天，我们就到市里，我们可要上门拜见你们家的林总。哎，向书记，这个移民的事儿在家里谈不太好吧？我看咱们还是走正规渠道，你说呢？只要能让移民就业，走什么渠道都行。
民的事儿一天都不能拖了。我恨不得现在就去西南集团。那好吧，我先跟他通通气，明天你们再过来。王局长，我替霞江的后靠移民谢谢你和林总啊。你先别谢，事儿还没办呢。向书记，西南集团是个企业，企业有企业的规矩。如果李玉答应了，那最好；如果他不同意，那你也别着急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。有你王局长做后台，还用得着想办法？行，那我马上给他打电话。谢谢你啊，王局。向书记，嗯，林县长的手机打通了，可是没人接。那就先别打了，应该没问题了。王局长同意帮忙了。开会呢，手机放在震动上了，没听见。有事儿吗？那个有件事啊，想请你们西南集团给帮个忙。是这样，霞江县城搬迁这事儿你都知道。现在后靠移民1000多人没事可干，吃饭成了大问题。这事儿我知道，就是霞江县那300个民工的事儿是吧？小虎跟我说过。你想办法帮帮他们吧。你如果说的是十几个人，我现在就可以答应。可是霞江县要的是300个人，这事儿基本上不太可能。林玉，这事儿你也要帮我们解决。天水，工地上的事儿你不懂，现在各工地都承包了，财权、人权、经营权都在承包人手上。现在集团公司和工地的关系是靠合同来维持的，要安排移民到工地，不光要我们研究，还得跟承包人商量。天水，300个人肯定不行。这样吧，我想想办法，给你安排100个人。100人肯定不够，霞江安排不了，万川也行。至少你得给我安排200人。我可是在霞江县委书记面前说了大话的，你可别让我的牛皮吹破了。行，我尽量努力。明天霞江县委的向书记可能直接去找你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先这样。喂，老陈，明天霞江的县委书记要来公司，你接待一下。霞江的书记来了以后，先别急着答应他，先推一推，到时候总得接收人家180个吧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有工程在人家地盘上，总得给人家方便。好的，你就说我不在，等我回来再订盘子。夏书记，您看要不要把林总约出来吃顿饭，或者送点什么东西给他？我听说他有个10岁的孩子，是个男孩。不用。
来来，行，再见。哎，来，谢谢，谢谢，来来来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小书记啊，这个事儿你何必亲自跑一趟？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嘛。你看，我们在峡江得到你们的支持和照顾，我们应该回报峡江嘛。啊，陈总，你别客气啊。西南集团帮峡江搞建设，我们应该是一家人。给你们提供方便也是我们的责任。向书记，您说的是民工的事儿吧？对。哎，这个事儿啊，我个人是非常支持的，为三峡工程做贡献嘛。啊。哎呀，不过这个事儿太大，我一个人也做不了主啊。我们企业实行的是总经理负责制，这事儿啊，得林总拍板才行。哎呀，林总今天有事儿到建委开会去了，不过这也是临时通知的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啊，你们先回去，等林总回来，我马上汇报。这事儿一定下来，我立刻打电话通知你。你看，陈总，你能不能给林总打个电话？我们直接去他开会的地方找他。后靠移民再不解决就业问题，我们担心会出事儿。向书记，你来之前呢，我给林总打过电话，因为集团有事儿向他汇报，可林总关机了，电话打不进去。经过向云秀的努力，部分移民被安排在西南建设集团就业。与此同时，返乡的移民们也在寻找办法，以减轻县里的移民就业负担。峡江县的干部和群众们共同度过这暂时的难关。请看《国家行动》第9集。